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解围，我是节目主持人庄荣辉，我是吴海欣，今天我们有嘉宾，是啊，我们嘉宾是陈旭明，喂，陈旭明介绍一下自己先。喂 ，hello， 咁多位，我是咧呢个粉岭长华选区的区议员陈旭明。今天就很開心接受到阿榮輝和 Bonnie 的邀請上嚟呢個節目啦。多謝你嚟，多謝你嚟。真係阿旭明咧都是民主黨的區議員啦。你的選區是長華村。長華村係啦，係淨係長華村嘅啫，就冇其他嘢嘅。長華村同埋粉嶺明都。粉嶺明都哦，即係兩個。個主要屋苑。啊，咁兩個都有啲大管理問題喎，係咪？冇錯冇錯。咁啊嗱，今日先有旭明嚟啦，大家都好少見到我哋嗰個主題咧。是这么严肃的，今天搞到他用这个长华风云来到做这个主题。原因呢就是因为长华村呢，即不论事前即 早两年前差不多都有些事件发生啦，些怀疑围标啊，或者是天价的工程啦，所以呢就出现了事端。那发事件就引申到他最近都有些事情发生，那我们就一定要分开上下两集来讲。咁而家上半決咧，我哋就會先講下咧，即係長華村喺過往緊面對到緊啲乜嘢嘅問題。咁啱啱阿旭明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啦。咁面對啲問題嘅時候，當中咧有好多人物脈絡嘅關係啦。今集呢兩集嘅解圍會特別啲。過往咧，我哋都非常之即係 humble 嘅，我哋都盡量唔開名嘅。OK， 今日揾得當區議員嚟。開埋長華村個名字，其實我開唔開名字，大家都知道邊間係管理公司，邊個係承辦商㗎啦。嗱，就要爆。所以我哋咧就純粹係講一啲好 factual， 好事實出現咗嘅嘢。咁啊，講下啲表現俾大家睇，等大家咧觀眾朋友咧了解一下啲大廈管理係啲咩問題。嗱，當然有問題唔一定係出喺嗰啲公司度嘅。居民都可能或者業主都可能有責任嘅，係咪？咁所以一間就大家客觀睇咗個事實先，我哋先再講。總之我哋所有嘅評論咧，都係從個客觀事實去客觀去到分析一下俾大家聽，好唔好啊？好。咁啊，或者旭明先講下先啦。嗱，長華村嗱，而家最個村咧兩年前就曾經見過報啦，好出名啦，就講佢一個水管工程。嗱，觀眾朋友全部都唔知道嘅啦。僅僅知道聽完你噏咧，就知道長華村喺粉嶺啦。咁啊，佢有幾多户啊？之前做啲咩工程啊？點解要做啊？後期有啲咩嘢咧？嗱，你講多啲啦。今日我飲多啖水啦。其實咧就可能簡單咁介紹一下長華村嘅背景啦。其實佢係一個租置屋村嚟嘅。咁咧就大概有5119户。咁咧就差唔多七成都係買咗噶啦，都係啲小業主買咗。咁另外咧，房署而家就擁有咧就29.幾%嘅業權，即係大概有三成人冇買到啦。咁其實條村咧喺2015年嘅時候咧都搞到軒然大波嘅。咁啊上曬報紙，又我哋喺個村度遊行啦，我哋自己組織咗，又去過呢個嘅立法會見過房署嘅代表。咁其實嗰個事源係咩咧？事源就係話咧喺2015年嘅時候咧就通過咗用呢個維修基金，大概咧4700萬。去進行一個嘅水管地底水管嘅維修工程。咁當其時咧，開會嘅時候咧，人數就唔係話特別多人親自出席，大概有百零人到親自出席啦。都百零人好少啫喎，你唔算5000多户，我哋3000多户啊。嗱，扣埋房署有嗰啲啦，咁你都千幾，即係3000多户得100多出席。唔係，5000多户有3000多户買咗啊。係，我知，我就當3000多户散嘅，佢以出席率得100人，係嘛？即係租嗰啲人唔會出席啦，租嗰啲唔關事，唔使俾錢啦，係咪？係咯。咁買嗰啲。就真係即係出席嘅好少喎，俾你2-3% 嘅，好少。係啊，咁啊，當其時喺嗰個嘅業主大會度咧，又通過咗話要進行呢個嘅地底水管工程。咁啊，事後咧就出問題啦，因為好多嘅居民咧，好多嘅小業主咧，係唔知道有呢個會。
亦都咧就唔知道咧，原來嗰個工程造價咧，佢哋認為咁昂貴嘅，因為喺當其時咧，嗰個維修基金咧大概得翻七八千萬度嘅啫，七八千萬度。咁如果佢用四千七百萬咧，就幾乎咧就搣咗一大半嘅啦，一大半嘅啦。咁啊，所以嗰陣時就都好反對啊，尤其是咧當中都出現咗幾個問題嘅。第一咧，開名都唔怕啦，開唔出聲。咁咧嗰個嘅文件嗰度啊，張貼出嚟俾業主睇文件嗰度咧，嗰、那個嘅承辦商嗰、那個承興咧，就有一間叫承興嘅建築工程公司，有一間就咁叫承興嘅公司，咁啊漏兩個相似嘅名，相似嘅名咁啊漏咗兩個字嘅。OK， 咁咧就同簽約嗰個公司名咧就差咗兩個字嘅，即係張貼出嚟俾小業主睇嘅資料，同、埋真係實際簽約嘅資料咧就差兩個字嘅，都係叫承興。就爭了建築定工程嗰兩個字嘅啫，咁、就唔同噶咯喎。係咯，唔同講法喎。嗱，咁當其時嗰個法團就話咩咧？就係話咧，我其實我哋簽約同招標咧都係一樣嘅嗰、那個嘅文件，不過咧係個管理處啲同事手文之誤，佢哋自己做嗰個通告嘅時候咧出錯咗嘅啫。嗱、啊，這個又唔得喎，我哋即係作為啲評論節目，我哋都要講清楚。阿黎明。同黎明詩係兩個人嚟，嗰男女嚟嘅喎，即係可能嗱，你九十後啲你又唔識啦，我哋啲比較年紀大啦，鬱明啲可能唔識啦。即係以前有個歌手叫黎明，大家識啦，係咪？同一差唔多時期有一個女歌手叫黎明詩嘅。你點解我知道呢？因為好多女同學中意黎明嘅。點知去咗嗰啲節目，去咗嗰啲即係啲咩歌手嗰啲人咧，就原來係黎明詩，就唔係黎明。O.K. 差好遠啊，大佬、即係唔係黎明先唔好，不過人哋諗住黎明男性嚟噶嘛，係咪？咁等於頭先你講嗰個情況咧、喂，即係喂匯豐同匯德豐，爭個字啫喎，你話可唔可以簽匯德豐啊？係嘛？咁唔得噶喎，即係呢個咧，不論爭幾多個字都好咧，咩手文簽唔到咧？喂，如果係用另一間公司簽咧，咁呢個就唔係。即係正常嘅表現嚟嘅，咁即係應該就我覺得就唔合法先啦，先嗰度啊，咁呢度打斷咗鬱明，即係我要解釋下俾業主聽。其實因為頭先鬱明講個情況咧，我哋喺好多屋苑都見過，係 OK 好多乜乜就加咗個建築落去，好多乜乜就加咗個營造落去，好多乜乜就加咗個咩顧問工程落去，好多就咁嘅工程有啲加建築師落去咁樣，咁所以好多呢啲情況嘅嗱，大家好小心。行內咧好興用啲人名再夾啲咩建築師啊，譬如陳大文建築師有限公司，跟住陳大文顧問有限公司，嗱、已經唔同噶啦。OK， 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一點，好嘛？咁啊，鬱明你再繼續啦。咁啊，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咧嗰個嘅業主大會通過咗話去同呢一間公司做工程之後咧，嗰、那個簽約期咧，即係佢通過咗到佢簽約咧，嗰、那個時間咧係非常之快。是講緊佢六月廿八號通過咗，七月三號就簽咗。咁快手？咁但係講緊係一個四千七百萬嘅工程，佢用咗即係一個禮拜唔夠啊！我扣埋佢嗰啲工作日子啦，我當係一個禮拜啦，都係即係比起我哋認知嚟講咧，係快得誇張嘅。係嚇，咁所以就綜合咁多樣嘢咧，即係嗰個居民覺得個透明度唔夠，啲業主覺得透明度唔夠，嗰、那個宣傳。即係佢哋嘅認知都好唔足夠，再加埋咁快簽咗，同埋個金額係咁大咧，所以佢哋又覺得，誒、可能有啲問題，有啲不尋常，有啲唔尋常，即係感覺唔好。即係聽阿鬱明簡單咁描述咧，即係嗰個合理都相對成立嘅。第一咧，即係簽公司名，你前後都有啲出入啦。嗱，我唔理手文之誤點點都好，即係呢個好合理懷疑啦。我擺大生日啊！嗌黎明嚟唱同阿黎明詩嚟唱兩件事啊，大佬。第二咧，就真係嗰、那個即係簽合約個倉促度啊。咁啊呢啲倉促度咧，通常咧我哋見到有爭議嗰啲嘅個案咧，都好多時都係簽合約嗰度好倉促嘅。OK， 咁、這、呢個係我哋自己都十分之認為嘅啊。咁啊而呢、這個。長華村個案倉促咧，我諗一個好主因咧就係、因為佢唔使集資啊嘛，佢攞一啲本身已經擺咗户口嘅錢啊，喺度啊，咁呢個真係我諗要嗱，但係我想問一句啫，嗱、這個講事實得㗎啦，房署喺呢件事嘅態度當時係點樣嘅？當時嘅房署係中立嘅，中立嘅，中立嘅，即係佢冇投票嘅，業主大會都冇投票嘅，冇、投票嘅，即係佢又冇話贊成，又冇話反對，亦都冇揀呢間公司，係啦，因為房署一出咧，
就話曬事嘅，因為有三成左右嘅業權啊嘛，大份係咪？大份啊嘛，係咪？咁我哋嗱，因為我知道件事後期咧，房署係有啲意見嘅，咁所以我哋問定先。呢個階段咧，佢係未有，未有咩嘅，因為我哋可能連房署都要即係俾啲意見佢，我哋都要啊。咁所以嗱，咁好啦，咁啲居民發現到有問題之後，佢哋搞遊行啦，係咪？咁跟住係做咗啲咩啊？仲？咁跟住咧就居民自發啦，同埋我哋都有幫手啦，咁就即係喺個村度再另外舉辦多兩次嘅特別業主大會，咁就收5% 簽名，咁啊一次咧就係8月16號，就係同年嘅，咁就話要暫停呢個工程先，咁嗰次咧都係差唔多成90%出席嘅小業主咧都投票話贊成暫停個工程，咁嗰次房屋署都係冇投票嘅。Okay, 即係佢都冇話做定唔做、啊，做定唔做定係暫唔暫停啊？佢冇意見嘅。佢冇意見。咁去到8月25號咧，我同埋林卓廷咧就再即係召開，即係收5% 簽名，召開嗰個居民大業主大會，就話要取消個工程。當其時咧，幾乎咧都唔係幾乎添啊，有成900户嘅業主親自嚟咗。係喎，900户啊！900户，多九倍喎，犀利！900户嚟咗，100户就話暫停。即係3000，即係接近三成嘅人出席㗎。咁啊，球場嗰度就唔止900户啦，成過千人。係因為係屋企人嚟㗎嘛，係啊。係投票咧，幾乎在場嘅小業主咧都係同意話取消工程。係問題就在於咧，嗰陣時房屋署咧就投票。就反對取消工程。OK， 係啦。嗱，大家留意啊，所以點解我要之前問嗰個問題咧？因為有啲轉合位嘅，就房署嗰陣時咧，嗱，暫緩工程咧，佢就冇反對嘅。係。取消佢就反對嘅。嗱，一間等阿鬱明講曬之後，我先分析呢兩者有啲咩分別啊。嗱，大家要記住呢點。咁跟住，咁呢個過唔到咁點咧？咁我結果啊過唔到啊，結果咧就變咗咧，咁啊根據嗰個嘅業主大會決定咧，就變咗依然係維持喺無限期暫停，又取消唔到工程。係係。OK， 咁但係當時法團係咪係現屆法團咧，定係上一屆法團嚟㗎呢樣嘢？嗱，佢咧8月16號暫停工程嘅時候咧，都仲係上一屆法團嚟嘅。係。咁8月25號咧，就有兩個議程嘅，一個就係話取消工程，取消唔到啦。係啦，咁改選。然之後第二個議程咧，就係咧要改選個法團。咁嗰陣時咧，喺改選法團投票嗰陣時咧，咁啊嗰陣時嗰屆嘅法團咧就全部話集體辭職，全部集體辭職。OK， 咁啊嗰個改選照繼續進行啦。咁佢哋有冇解釋自己點解集體辭職咧？佢哋咧就話咧係受到政治迫害。嗰陣時嗰個嘅主席啊，即係你迫害佢啊？係啊，即係我啦，我諗佢講我啦。嗰陣時政治出嚟，政治迫害，即係關心啲勁我哋啊，民主黨政治迫害人，犀利啊！我覺得係咯，我都第一次聽。講民主，咁佢話政治迫害啊嘛，走咗啦。係啦，但係當時冇其他政黨或者其他組織出嚟幫，即係出嚟參與呢件事。嗱，當其時咧，即係除咗民主黨啦，我哋啦，咁其他政黨咧，就冇出聲嘅。民建聯都冇出聲。民建聯冇出聲。喂，民建聯講下喎，喂，民建聯點解你唔出聲啊？你哋當時都區議員啦，係嘛？阿劉國芬議員住長華村噶嘛？係係，佢聲稱係聲稱係，唔係喎嗱，唔係聲稱喎，鬱明嗱，你咁講唔啱啊！你咁樣你咁樣啊，劉國芬議員可能告你。阿劉國芬議員出單張啊，話自己係長華村居民啊，一直以來都關心長華村啊，你搞到900多個居民出席會議啊，佢都唔嚟啊！哦，咁啊，即係見佢唔到，亦都冇上台講嘢，可能佢匿埋咗一個冇人知啫。咁佢冇，當時佢冇派單張話。哦，咁啊冇，咁啊冇，又冇，係嘛？嗱，喂，因為嗱，鬱明點解我咁問你咧？因為最近佢有派啊嘛，係咪？即係佢成日都即係一時一樣，即係當時佢都即係當時咁講，民建聯就冇表態，佢冇話贊成，冇話反對，係嘛？總之就，但係有一啲業主就話你政治迫害啦，咁呢個可能係佢哋嘅，即係我唔排除呢個喎。有啲人覺得，可能阿鬱明同阿挺都係咁質問佢哋之前安排工程嗰啲嘢，咁你哋又政黨咯，咁佢咪話你政治迫害咯，咁佢有權咁講嘅，咁呢個我哋冇辦法否認，即係但係嗰度政治迫害要好有政治力量先得噶嘛，即係民主黨有冇呢個政治力量咧？咁我希望佢有啦，但係即係事實，我哋都唔會我嚟，即係大家講道理嘅啫，我覺得係嘛，咁所以去到呢個位咧，當然就會出現咗個幾矛盾啦，即係既又
不能夠取消那個合約啦，因為投票輸了嘛，因為房署揸住三成啊嘛，係咪？同埋都簽了啦，同埋簽了合約啦。嗱，簽咗合約同取消是可以分開嚟講嘅，簽了都可以取消嘅，係咪？咁睇下點樣做嘅啫。好啦，咁咁嘅狀態之下。咁跟住個工程點啊？有做定冇做到啊？個工程係冇做到嘅，到而家都冇做，係嘛？直到現在都冇做嘅，亦都咧係冇俾訂金佢嘅。嗯，咁都冇俾我。咁嗰4,700万咧，都仲喺我哋自己個村嘅維修基金嗰度嘅。OK。咁咧，亦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其實我哋條村咧，由2015年話暫停咗工程，到2017年咧嚇，好多人講話個工程好緊急啊，唔做唔得啊，唔做冇水食啊。啊，緊急咗兩年。呢兩年咧，嗰個維修嘅費用同埋次數咧，近乎零啊。近乎零，近乎零啊！就唔好講近乎零啦，少過10,000元啦，咁啊絕對係。即係你可能遊下友都要嘅，係咪先？喂，即係你講4,700万工程好緊急，嗯，拖兩年之後都冇任何緊急嘅跡象喎。嗯，即係首先嗱，第一個客觀去睇，當時批評啲人話呢個工程係緊急嘅講法，似乎合理喎。嗯，因為你兩年都冇事嘛，工程咁耐，喂兩年喎，起好層樓啦，嗯，係嘛，兩年喎，唔係少時間喎，咁所以即係而家嗱過多三個月，講係接近三年嘅，嗯，因為而家都2017年即係第三季啦，係嘛，九月咯，係嘛，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即係大家可以即係諗一諗啦，咁啊，好啦，咁呢個新法團接咗手之後，即係阿陸主席啦，係咪？咁啊，阿主席佢即係喺呢個過程裏邊，譬如阿成興啦，佢有冇啲咩意見啦？房署啊，佢有冇咩意見啦？或者法團又點樣去到跟進呢件事？即係我諗好多觀眾都想知道。逐 part 逐 part 講啦，逐 part 講係啊。即係其實成興咧，一個工程公司咧就。不停就去信法團，喂你哋好做咯，你哋簽咗約，你唔做我好大損失嘅，你哋都違約嘅，我告你哋嘅。咁啊開頭咧就係嚇啲業主咯。開頭就係信件，咁啊佢都係俾法團嘅嚇。開頭嚇就係信件啦嚇，慢慢去到後期咧就律師信 ，OK， 都係咁嘅通，都係話喂你好做啦，你唔做我告你啦。咁啊去到後期咧點樣講法嘅咧，都係律師信，就話嗱你好做啦，你唔做我告緊你嘅，你幾多號之前唔做咧，我幾多號之前咧就入品㗎啦。第一次出呢樣嘢大概幾時到啊？大概就上年12月啦。我上年12月都成年前咯，咁而家告你啦係嘛？佢上年12月嘅時候咧就俾個日期，就話嗱你今年12月，我唔記得廿幾多號啦嚇，你唔做嘅話咧，2016年嘅12月廿幾號，你唔再唔出聲回應我咧，我就告鬼你啦咁係咪？直頭係做啊！話唔做啦，唔做啊！即係話你唔俾嗰個開工嘅期我哋做咧，佢就會告你，我就告還你噶啦。OK， 咁啊，一路去到而家九月啦嚇。咁但係去到7月嘅時候，佢有再出個聲嘅。2017年7月 ，OK， 2017年7月又出個聲嘅，又嗰8個月啦嚇。咁佢又用翻呢一個通，就係話咧，嗱你好做啦，8月你8月唔做咧，我告緊你噶啦。咁啊，而家又去到9月啦。咁啊冇講錯嘅，係咯。即係唔知可能到2047啊，或者2099啊，去告你啦，我唔知佢點啦。咁但係即係去到呢一刻佢都未告啦。咁但係佢話告你，咁佢有冇話要你賠幾多錢咁咧？嗱，嗰個咧就即係萬海奇情啊！我都話，即係點解咁樣講法咧？因為工程造價4,700万，佢就聲稱咧自己買料咧。即係我用最近嗰個講法啦，最近嗰個信件啦嚇，佢話佢自己賣料啊，大概300万到，賣咗啦。300万都可以做4,700万工程啊？咁佢未買曬啦，可能買嗰部分啦。咁佢聲稱佢嗰個嘅利潤咧係超過2,000万嘅，嚇潛在利潤係超過2,000万嘅，咁犀利，好賺喎。咁啊點解話開奇情咧？即係我好少見啲正行生意咧，除咗騰訊之外咧，賺得咁緊要嘅。騰訊賺得緊要係因為人哋叻啫，咁而家可能成興都叻嘅，係咪？咁我冇話咁嘅嘢，可能成興都叻嘅。不過接近50% 嘅利潤係咪啊？即係如果接近50%利潤，嗱咁又嗱呢個有啲嗱，我就其實呢件事去到呢個位咧，我記得我舊年定係今年年初啊，我唔記得咗。應該啱啱出12月公信之後，我去咗一次法團個會室開會嘅。係當時我同阿鬱明一齊去，咁啊房署有代表喺度嘅。我記得咧，我同阿鬱明咧，最後係咪嗰位蔡經理啊？係姓蔡嘅房署一位蔡經理，我全名我唔記得咗啦。嗯 ，OK 呢位蔡經理咧。就留咗口風
俾我捉到佢。係係係。佢漏咗口風咧，因為我當時質問佢、啊，我話四千幾萬工程，嗯、你哋有冇評估過貴唔貴 啊？房署你哋起咁多樓，咁多專家喺房署裏邊、嗯，你哋係咪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四千幾萬係咪合理價錢啊？嗯、有冇個標準價錢係點樣啊？跟、嗯、住。跟住講多兩講，嗰位蔡生咧，嗱我呢度公開都講咧，我個人覺得佢咧、啊、就係一個沉住氣、魯莽嘅人嚟嘅。點解咁講啊？佢講得兩句咧、啊，就同我講：，喂，我哋房主梗係有自己專業評估啦，我使乜同你講啊？嗯，佢講咗句咁嘅嘢。咁咪做乜？好啦，我捉住呢句嘢、啊。我話喂，你攞到個專業意見，你有，你話唔使俾我，唔緊要。俾街坊咯。咁你係咪應該俾街坊啊？係。你話全部人啊嘛，嗱，你話你有得啦、嗯，你肯唔肯俾？當時佢最後咧、嗯，我記得個會咧，佢係應承肯俾嘅。嗯，佢話佢會俾嘅、嗯，即係究竟呢四千幾萬得唔得？因為當時其實我哋嘅諗法就係、是，即係要同人哋商量一個你唔係好想做嘅合約。嗯，除咗睇個條文之外咧，你亦都可能咧係需要去考慮一樣嘢、嗯，就係究竟個價錢啊係咪一個？好合理嘅價錢，而呢個合理價錢去過咩位先、嗯？如果四千七百萬，如果房署都估，喂，其實都要四千二三百萬㗎，咁、嗯、可能爭嗰十零廿個 percent， 人哋咧揾多咗個利潤，咁、都要放俾人啦，係、嗯、嘛？咁、那個工程咪要做咯，可能。咁、嗯、你房署當時又話你已經評估過工程，嗯、要幾多錢？嗯、又應承咗，最後應承咗，無奈應承啦，我覺得佢啊，應承咗，因為你冇得唔俾㗎，係因為佢又有，你房署用嘅資源就係政府資源啫，政府資源即係大家資源，係嘛？你冇理由唔俾啊嘛。咁我再記得咧，再到後期有一個大會嘅一月嘅嗰個大會係啦，我再當面去問佢嘅，咁當時咧我就發覺咧呢、這個房署咧就開始對我啊，起碼對我自己先啦、啊，惡言相向啊！點樣呢好少嘅喎，我同你咁多次開會，冇乜人咁樣做嘅喎。唔係好多人惡言相向，好少官員係咁啫。係咪啊？我直即其非，即係好少官員係咁嘅惡言相向，即係佢講到明就話啊，我哋講啲嘢唔正確啊，或者係話你誤導，即係話我哋講啲嘢即係誤導啲居民啦、啊嗯。喂！咁講來講去，我只係講一句啫嘛。你話你有個專業評估，咁、嗯、我就話你嗰個專業評估咧就要交出嚟。咁、嗯、佢一路唔肯交出嚟，佢、嗯、都冇否認過有喎、啊，係、嗯、嘛？即係佢講佢自己講過唔算數，嗯、然之後咧就喺度即係監人乃後，就喺度周圍話我哋唔啱，係、嗯、嘛？咁我諗即係到而家都係一句，佢而家都未攞出嚟嘅。嗯，即係我覺得房署咧，你係極之極之有責任啊，嗯、去將嗰一個嘅叫做評估啊，攞、嗯、出嚟啊，話俾大家聽啦。呢件事我諗已經唔單止係長華村居民嘅一個關注點，嗯，全香港大概有38條呢啲叫租者置其屋嘅屋邨，嗯，全部都係相似樓齡嘅。而家起計咧，應該30至36年不等嘅嘅樓齡，全部都應該入咗去嗰個強制驗樓嗰個範圍裏邊嘅。咁、嗯、所以即係我覺得咧，即係房署真係要喺今次咧就交代出嚟、嗯，因為呢個係先例嚟嘅、嗯。因為呢啲屋邨咧，呢類租者置其屋邨咧，一般個單位數目咧，最少嘅、嗯、我都見有1400户嘅、嗯，最多嘅有成。7000-8000户嘅、嗯，平均咧，好似長華村係最平均嗰種嚟嘅，就5000多户度、嗯。喂，5000多户，你有30多條村，我當你30條啊，嗯、即係你有成幾多啊？10多萬户咯、嗯，10多萬户裏面平均住3個人啦、啊，當你、嗯、幾十萬喎、啊，係幾十萬人都關注嘅嘢喎，係、嗯、嘛？你呢個做法我真係覺得好有問題，你自己係委員。係嘛？我覺得非常之重要。嗱，一間我諗呢節我哋講到呢度先啦。嗯。轉個頭翻嚟嘅時候，啊，我哋再將水管工程我知未完嘅，仲、嗯、有啲嘢講埋俾大家聽，好嘛？轉頭見。徐少華，係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咁啊，梗係啦！2.5小時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3.5小時，都唔肯收。
喂，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啊。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咯。係啦，咁點算好呢？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係。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啊？你想搞乜嘢？一集做四個鐘。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